我问他你要冲到几周，他要冲到36周，因为国外的一个职业选手，他也是怀孕冲浪，他也是冲到36周，他说他也是冲到36周。对我来说，冲浪它已经融入生活的一部分了。因为我接触冲浪其实还蛮早的，因为我冲了9年，我是21岁的时候对就开始接触冲浪了。现在想想还是蛮小的一个年纪。那个年纪的年轻人，他其实不太注重就是说自己的身体啊，或者说作息啊、饮食这些，其实都不太会在意，因为年轻你耗得起嘛。但我那个时候，在海边住，然后就会自己做那个做吃的，然后每天是比较早起，然后也早睡。现在想想就是觉得还蛮好的一个事情，因为就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。现在的不管事业也好，生活也好，就是所有东西都围绕冲浪，就是。你真心真意的去爱一样东西，然后你把所有精力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，就觉得很满足，因为你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，然后你可以介绍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中国有冲浪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，你可以在很紧张的城市的压力中释放出来，或者说短暂的逃离也好吧，对，就挺好。